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网头，我现在人在法拉利内湖旗舰展示中心的外面，看到这个背板就知道我今天是来参加他们488 Pista Spider 的上市发表。啊，呜！今天呢，我想在这里来跟各位分享这一部488 Pista Spider。当你看到这影片时，不要紧张，不用担心。据说台湾十多辆的配额早就被抢光了。这是辆台湾售价2220，我应该是没有少打个零吧。对，就是售价2220万元的法拉利488 Pista Spider。顾名思义哦，这辆上空烈马就是以488 Pista 为基础所衍生的敞篷版本，跟一般版本比起来多了100公斤的重量。但是这块顶棚机构在时速40公里以下，花个14秒就可以选择享受阳光，或是躲回个人的赛车小天地。这种等级的超跑都采用极高端的设计哦，心脏使用多年获奖的 3.9 升 V8 涡轮增压引擎，数据上来到了720匹与770牛顿米的最大动力，搭配 F1 七速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系统，0到 102.85 秒0到 208 秒钟极速来到340公里。当然了，488 Pista 就拥有强大的空力设计与电控系统，来到 Spider 怎么可能会少呢？这把脚偏移呢，还有动态的这种我们讲动力的强化系统啊，还有 Ferrari 的这个 E-Diff 啊， F1 Track 啊， Martino 啊，希望吧 Ferrari 在过去50多年来赛道经验的这种结局、这种极致，能够转换到一部公路型跑车上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放入了许多厂车的设计，把赛道上的科技啊搬到市售车上面来。可别忘了488 Pista Spider 的这个名字内，可还是拥有着 Pista， 也就是赛道的含义啊。也许未来有一天我有能力买得起这等级的车子，我一定是会选一辆敞篷车的。别问我为什么。好了，我的影片到这里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帮我按个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网猴去哪里？下次见喽，拜拜。